从法医展 OK 了吗？知道，差不多了，现在。对呀，先喂喂，放进去，先喂喂。哇，以后都不用去大排档吃炒粉了，自己在家炒。哎，看他们有没有厨房用的清汤的吧？ 来，朋友们，我们去外面吃一个炒粉，你要20多米，我们这家自己炒，花几块钱就可以炒。